别看我媳妇天天在家指挥我干这干那，好像她是老大似的，但是我老丈人跟老丈母娘来了之后，没事不行，你跟我们一起去，在家没意思呀，在那儿多无聊，就待着嘛。那爸妈刚来，你他还是老大，不能再让这种事情继续发生了。为了庆祝爸妈来杭州，我果断退休。你做梦呢？不行，爸，有一种味儿性。不行，明天有事儿。爸，哎，爸怎么生了呢？对啊，躺床上玩手机，那眼睛根本就挡不住，你先溜溜的。怎么是新闻？你先溜达溜达，快点的。爸，愿意干啥干啥。你跟爸一起下楼。爸，我领你下楼。下面板的镜子，这不行，不好看。这更不行，这都穿好几年了，谁要反着走？这更不好看。我感觉挺好的，爸，咱男人眼光不一样。你好，你一天就穿一件衣服，评论区都问我。那个，你听他的吧，我没理他。媳妇儿正好在父亲节了，我给爸买了寿衣。卷我呢？行，你送。你自己去不行吗？我自己去，爸能要吗？不得有你吗？爸，穿这个，我给你买。我又别拿了，给你你就拿着嘛。不贵，现在抖音商城618父亲节活动老便宜了，我都比过了，衣服质量还贼好。爸，你看，点618后评论区，父亲节好礼全网低价不差比，便宜没门槛，放心吧。这给我爸乐的。是是是。好看吧？你就穿这身，该咋咋整。怎么不去？年轻人的项目，活动活动不是对身体好吗？开个什么项目？晚点回来啊。